大师，我们这次来是要找一个人。少林寺无世俗之人，都是修佛学佛的僧人，我们还要静坐打修，你们找错了地方。我们要找的人是张君宝，他不是少林僧人。少林寺正在休克期间，不会招待外宾，你会不会弄错？大师，这里来往的武林人士很多，我不能因为大师你的一句话就以为没有事情发生，就以为没有这个人。就算我同意大师你的说法，在场的诸位他们能同意吗？同意。李施主，那么你想怎么样？我们要亲自搜查少林重地，岂容你外人打扰？明剑山庄虽然是名不虚传，这样做也未免欺人太甚了吧。那大师，在下只能失礼了。罗汉洗脸。罗汉拳招式朴实，要配以雄厚内力才能发挥无比威力。我在传你内功。